久没有用这个很热烈的心情参加校友会了。今年啊，算是北艺过往投入细胞治疗开始有一点丰收。这个在我们未来三年的科技部计划之中，我们应该可以做得到。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忙，那我们以后一起努力。Potential 在什么？干细胞的是 potential， 来公掉了。秘书长，大家多喝两杯，吃得饱饱的，我们医学系的气氛又回来了。我期望大家哦，团结医学系，团结北医，北医一定会云蒸日上。